大家好，我是金雄。我的阿文呢，看了一整天这种美食的东西哦，现在又不知道在看什么。在看卤味啊。这个看到吗？用饭包啊。哦，有放啤酒哎。是。反正啤酒有多吗？哦，好像很简单哦。嗯，我们来试看喽。来哟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试看一下阿文刚刚找到那个卤味的配方。我的冰箱里面呢，刚好就还有酒。之前呢，其实我有试过拿啤酒啊来煮龙虾了，它煮出来的味道其实很好吃，不会有酒味。然后我还有一点猪脚。然后我的猪脚有点多，你还一点都是骗人的。嗯，来卤掉好了这个猪脚。好了，一开始我们先拿这个猪脚来杀水先哦。杀水要花吗？这样写。杀水要花语啊？我不会耶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放点葱，放点姜，然后把猪肉放进来。很大包哦，这猪肉，我觉得我家的饭包可能包不完呢，不要紧，试看一下喽。这个锅这样子都有点不够放，然后放点料酒，这样子给它煮一个五分钟这样子。我的勺哎。里面，我像每天都在找东西这样。怎么是这样，老王 ？OK， 有点难哦，我很大包哎，喂。可以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是呗。好，煮出那种杂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。捞出来要洗一下哈。我捞我都有点吃力。这个不是油麦干粥，哎，会烫的嘞。来洗一下它，过一下水。OK， 现在来过一下水洗一下哈。上完水啊，现在可以来煮啊。够量吗？够吧。好，我们要铺葱在下面，然后铺姜片在下面。是哦，它做法是这样哦，铺在下面，然后放猪，放猪脚进来。哇，很大包哎喂！我累啦，没有了，还没料，还没料哈。哎呀，那个蛋这里削削，那里削削。嗯。然后放点辣椒干，哦，嗯，然后再放点蛋，还有蛋壳，长大的，看戏哦，嗯 ，OK， 然后加啤酒啊哈，还有，不是加清水先的吗？哦，加清水先，我们先加酒了才懂。还有其他不是？还有什么啊？等下我先打电话。还有什么啊？我有卤肉要包，卤肉包辣椒冰糖，哦冰糖啊，生抽啊，还有冰糖放几多？他放很多啊，看见他的冰糖，哦，巴黎冰糖，巴黎冰糖啊，可以了，这样子咯，这样子算多吗？可以啦，你已经下了，还有一点呢。不要啊，甜的已经整个放着很奇怪。应该不会甜吧？盐一勺，生抽两勺。盐啊，盐一勺。嗯。生抽老抽。可是我的猪肉比较多哎。你就等一下再阿高。喏、嗯哦，等我们试味道哦。如果太咸的话，生抽两勺。可是我这么多。
你先试先啦、啊，试一下先哦，等一下熟了过后。我觉得我的经验要三勺啊，因为我的猪肉酱看的比较多。OK， 三勺，老抽在外面。哎，酱油，这你的酒要不要比他多？一罐我就可以了。这样子我黑酱油三勺哦。嗯，黑酱油三勺，好来，加酒。Casper。OK， 加酒来猪脚米面。哇，我第一次吃这样的东西耶。OK， 然后再加水。Yes。猪肉要包要不要放一、嗯、放塞下去哦？塞下去呀、啊？要不然上面哪里有味？哦，也是哦，把它塞下去。这样哈。嗯。压住好了。嗯。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子了哦。嗯，也不懂会不会成功了，就来试一下啦哦。就这样一窝手。嗯，饭包料理。你以前在大学的时候，饭包煮过什么？哼，出生就包。有什么话讲几个来听看？炒饭啊，包。那饭包还炒饭啊？饭包炒饭啊！我知道哎，不是有一种饭包是那种开上面的很巨圆齿的开，然后那个叫大、哦那个哦、那种哈、啊，那个大口，我拇指塞着。哦，可以的。我没有试过哎，改天哎，你煮给我吃看。没有饭包，没有那种饭包。哦，这种饭包不可以。不懂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啦哦。啊、嗯，好了，盖着它。OK， 然后煮，好像讲要煮一个45分钟哈。50分钟。嗯。OK， 可以这样子，我们50分钟后来见证奇迹的时候了，看有没有卤猪脚可以吃。OK 现在已经煮了一个多小时了，然后我这个饭包还没有跳，可能是我的量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它好了嘛，先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样看是好像很好料这样哦。 嗯， 嗯，我们拿一片肉出来试看哦。 OK 啊，拿一片小片，拿这片哦，拿这片。嗯，有点烧，我拿住你摇。要摇到吗？摇到。哇，好。嗯。皮是够软。嗯。现在是肉，肉我因为刚我也没有吃到肉。那不够味道哎。好像不够味道哦，要加点盐哦。嗯。再煮一个半小时应该就够了。煮多一个半小时。嗯。可以。好难到。哦，咬不断了。好好好。嗯。笑死人了你。拍我。OK， 现在这个东西呢，我已经煮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了吧。差不多。差不多两个小时了，这个饭包应该是可以包了，到它软了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这样子看的话好像很不错的感觉哦，就是有几粒蛋那个有包了，包掉了蛋黄跑出来了。现在呢我们就来试试看，我们加一片肉出来。是我筷子功太老牙哈。对。哦呦，有骨头都跌出来了，这么软。嗯，好像很软了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来试吃看看，加一片肉。哦，很软，煮了两个小时够啊。嗯，这样子我觉得我要关掉了。嗯，够味够味，那你来试试看呀。嗯，稍微，嗯稍微，你塞得进吗？味道够吗？没有味道，
我觉得是够软了。嗯嗯，好个够软了，可以。它煮过之后就没有啤酒味道了，啤酒应该只是拿来什么作用呢？我配方里面有哦，你们可以试试看啊。好了，这期的这个卤肉味我觉得是蛮成功的一下，而且又非常的简单，全部你要丢下去开店，然后煮它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是因为用两碟肉，所以我就煮了两个小时这样子。它的教程呢是讲50分钟一碟肉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啊，非常的简单。好了，这一期的汉堡卤肉味就拍摄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